你初步带通苗栗公馆黄金小镇休闲农业企业地方试验，农会利用旧仓库改造全新的旅游服务中心，还将丰州五味泡菜也到当地的农产品拿一批，不游客是得欣赏也是得到体验黄金小镇之美。同有天凤天色的富贵饼、凤爪饼、泡菜一条农产品，香港农村天有的干的品质，非遗创作香港泡菜文化，一条做亲戚公关乡亲友代表性的干工特色，一下所有行业一件托福期的理想服务中心，就做得蛮也多，也是天凤农会利用 QA 喷工出仓库，重新改建做个新的干工地点。提供一个休闲服务区的游客的服务中心，是一个复合式的使用，未来可以做策展，可以做农村市集，可以做会议，可以做游客来的简报等等。开幕的天影就读到都好来台湾参访的客家海外青年团，对马来西亚来的团员，对台湾客家农村文化行个天风一问，就知道懂形式盲识见怪，想到其他调。就是想要多了解客家文化啊，因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而且现在是放假，还是学生嘛，所以就有机会来看看台湾，而且是21天游览哦。天凤山旗下飞汉卡黑全体总通演电出本地，展现出天凤特色。公馆农会希望透过拓展行销地点方式，提升乡内观光旅游品质，向来汉卡多乡亲认识天凤文化之美。下个小妹杨一诺，美丽。